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璀璨的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血脉，它体现着中华民族奋斗发展进步的历程。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起抗争，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诞生，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生机，并鼓舞着中国人民英勇抗战。这首至今演唱起来依然令人血脉奔涌、气势磅礴的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就是那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结晶。到最后的结尾也是一种呐喊，观众接受呐喊，因为时代是那个时代，是需要呐喊、需要战斗。对于延安，作曲家冼星海的第一印象就是朴实，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美丽，却有一种朴实厚重而又新鲜的力量。在冼星海从武汉来到延安的数天之后，日本人的飞机第一次飞到了延安的上空，狂轰滥炸中，一颗炸弹落在冼星海的前面爆炸了。这次与死神近距离的遭遇，让冼星海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情感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红色的延安和对生命的全新领悟，让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高峰。1939年2月，在前线坠马受伤的诗人光蔚然来到了延安。34岁的冼星海和25岁的光蔚然，这两个曾经有过多次合作的艺术家，在延安相遇了。这次相遇，撞出了中国音乐史上一道炫目光芒。这道光芒就是《黄河大合唱》这部伟大作品的诞生。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最后一个乐句结束，毛泽东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连声大赞：好，好，好。战则存，降则亡。从白山黑水的东北，到兵险屠戮的中原，从流血飘落的华东，到烽火连天的西北，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视死如归的民族气概，如黄钟大吕怒吼，震颤九州，传遍世界。文化的脉搏总是连着民族的心脏，伟大的抗战文化在中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茁壮成长。1940年元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做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毛泽东感慨，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毛泽东的演讲里第一次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寻找着的新文化构架的一个清晰表述。而建设这样一个新文化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延安城东的清凉山与宝塔山、凤凰山相望。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FNCR。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这里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为避免敌机轰炸，机房和播音室都设置在半山腰的窑洞里。人民广播的诞生，让中国各地都可以直接收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有力地指导和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抗战时期，这里被称为新闻山。除了新华广播电台，这里还有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边区群众报社、新中华报社、中央出版社发行部、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1938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先后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白求恩大夫》等20部影片。这些影片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重大史实，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就是通过这些媒体和机构传向了世界。作为中国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延安也是抗战文化孕育发展壮大的中心。一个签字等于一颗子弹，在敌后办报就是无形的战斗。这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绵密的碉堡群和纵横交错的封锁沟包围下，新华日报华北版是插入敌人后方心脏的利剑，也是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奠基。1942年5月末，中国新闻史也是世界新闻史上极为悲壮惨烈的一幕发生了。在日军发起的铁壁合围、枢壁式扫荡中，何云等46位新闻战士壮烈牺牲。然而，中国文化人的坚强意志却是日本侵略者无法想象的。就在日军对外宣称新华日报华北版已全部铲平之后不到半个月，新华日报华北版又与太行区广大军民见面了。1942年5月，正当中国抗战前线炮火连天，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激战正酣之际，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在抗日战争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特殊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把文艺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及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这四种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指明的文化方向，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创作演出，服务抗战。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穆红和卢素所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组织小分队，深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战斗。西北战地服务团1937年8月成立于延安，是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部分学员为主组成，宗旨是宣传抗战，服务抗战。1943年，随着抗战进入到艰苦的相持阶段，穆红和卢素意识到，只有全民族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形成钢铁般的力量，才能无坚不摧。于是两人合作，共同创作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曲。这首歌一经演唱，就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很快传遍抗日前线，传到全国其他地区，成了鼓舞民众的战斗口号。1941年6月，鲁豫华中分院师生转移到盐城一带进行抗战宣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以各种文化形式宣传动员150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抗日自卫队。后来，鲁豫华中分院的师生在反扫荡中与大批日伪军遭遇，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200余名师生与强敌展开了拼杀。战斗班的有几支枪，有枪的都是过去不带的，但是一个人只有3颗子弹，一打完就没。突围过程中，作家、教导主任邱东平和戏剧系主任许晴等30名师生不幸遇难。抗日战争时期，有无数像邱东平、许晴这样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的陵寝，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
1937年清明，国共两党和各界代表人物前往皇陵，共同祭奠中华民族的始祖。林伯渠受毛泽东、朱德的委托前往致祭。毛泽东起草的祭文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呐喊，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一照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为我国权。七七事变后，为了战胜日本法西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的文化界人士积极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团结动员凝聚各个抗日军队、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团结一致，殊死抗战。毛泽东指出，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文化界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郭沫若是第三厅的厅长，大批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这成为国统区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这是这个协会的发起旨趣。文协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建立的群众性抗战的文化组织，对于促成团结和领导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战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1939年4月9日出版的《新华日报》这样写道，无论在前方和后方，或是在沦陷区域中，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作家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他们的武器、笔杆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来组织民众打击和歼灭敌人。918事变的爆发，激发了梅兰芳的爱国情怀。这位享誉世界的中国京剧大师，接连编排演出了京剧《抗金兵》和《生死恨》，以古喻今，以戏明志。日军占领香港的第一天，梅兰芳就开始溜须罢戏，以明其绝不与日军合作之志。梅兰芳回到上海后，日军为了掩盖罪恶、粉饰太平，又百般利诱与威胁，要他正常演出，梅兰芳始终不为所动。梅兰芳这样回忆了那段苦涩的日子：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调，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淫威，梅兰芳表现出来的铮铮铁骨令人感动。在抗战期间，
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用各种方式和艺术形式大力宣传抗战，唤起劳苦大众和各个阶层救亡图存的觉悟和激情。正如被尊为中华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所说，我们的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抗战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它就是集结号，一支声势浩大的文化抗日大军投入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前沿阵地，誓死不回。桃园神社，台湾保留的日本占领时期所建的最大的神社。这座1938年建成的神社，祭祀的是日本神道教所奉的天照大神，也就是传说中的日本天皇祖神。从1895年日本殖民台湾开始，在台湾各地建造了大约200座神社，这也是日本在其占领区所实施的皇民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皇民化的意思，就是要把殖民地人民改造成天皇的子民或皇国的臣民，也就是天皇制度下的日本人要让殖民地人民成为日本人。在东北伪满洲国出笼伊始，日本侵略者便为其设计了所谓王道政治的统治思想，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一体、日满融合。日本法西斯深知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强制中国人学日语有助于毁灭中国文化，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1933年由日本侵略者控制的伪满文教部规定，日语为中小学必修课，总课时必须占到1/3左右，强迫小学生每天早晨都要面向东方，分别给日本国家神道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三鞠躬，背诵所谓国民训。说中国话不行的，打板子的，打棍子，军棍呢、啊？他不是说你随便你说中国话，那是违反纪律的。当时不叫政治犯、思想犯，是吧？经济犯吗？你说错话，说错话了叫政治犯。你吐了精米，那时候没有大米啊，吃精米，吐了精米叫经济犯，不吱声叫政治犯。你没办法，就得说日本话。1940年的春夏之交，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来到东京，从裕仁天皇手里请来了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然后将这三件神器供奉在按照日本营建制度兴建的建国神庙中。同年7月15日，溥仪颁发国本奠定诏书，正式确定日本的天照大神为伪满洲国的国神和国教。切断中华民族的血脉，玷污中华民族的基因，日本法西斯企图彻底亡我中华的野心昭然若揭。1938年8月20日，正当日军加紧进行总攻中国武汉的准备之际，东京的许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艺家协会菊池宽的快递明信片，上面写着内阁情报部和文艺家们有事相商，
请于23日午后3时前来内阁情报部开会。而就是在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命令。8月26日，内阁情报部公布了派遣到中国的作家名单，共22名。日本媒体对这批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的彼部队。在彼部队中，杉山平助被称作海军班的头号功臣。杉山平助跟随日本海军溯扬子江而上，在日军攻占武汉时随军入城。他以自己的从军经历赤裸裸地宣称，军人用刀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如此凶残之人，难怪被称为头号功臣。一边是日本法西斯赤裸的奴役、愚弄与欺骗，一边是中华儿女的最优秀的分子拿起笔作刀枪，与日本法西斯的强盗文化肉搏与血拼。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是一首著名的枪杆诗，也叫墙头诗，作者是诗人田间。枪杆诗这种特殊的诗歌形式，因被奔赴抗战前线的战士们用刀刻在枪托上以激励自己而得名，又因为都很短小，抗战将士可以随手写在墙头上而广为流传。活跃在东方主战场上的无数抗日的作家、艺术家们，是用一腔民族热血书写着誓与日本法西斯决战到底的血性文章。重庆，这座被西方人形容为屹立在悬崖上的城市，充满了传奇和人类文明的奇迹。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日来临的时候，重庆遭遇了一场惨烈的轰炸。从1939年5月3日开始，连续2天，日机从武汉起飞，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2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当时在重庆的老舍目睹了这场人间惨剧，同时也感受到这次轰炸中所蕴含的民族力量。他在文章《五四之夜》中写道，继续努力，记住，这是五四，人道主义的争取自由解放的五四，不能接受这活与血的威胁，我们要用心血争取并必定获得大中华的新生。我们活着，我们斗争，我们胜利，这是我们五四的新口号。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不只是杀戮，对文化的毁坏更是极尽野蛮。1937年7月30日，天津失陷前，日军对这座名城进行了持续4个小时的轰炸。这场轰炸
把南开大学变成了瓦砾厂。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闻讯后异常悲愤，他无法想象与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会仇恨杏坛校园，会对莘莘学子荟萃之地大开杀戒？张伯苓这时候他就是说，日本人能够毁我们的物质，可是不能毁我们的精神啊！我们精神永远激励，将来更强大。事实上，日军对于南开大学的轰炸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件，而是蓄意的、普遍的、意在灭绝中华文化与教育的反人类、反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从1902年开始，他苦心经营商务印书馆，并另建东方图书馆以存放书籍。图书馆书籍之多，曾一度超过北平图书馆，达到51万册，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1932年，128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本海军陆战队就野蛮轰炸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时间书馆夷为废墟，书馆里的书籍、纸张、油墨燃起了大火，融化的铅流成一条河。日军的轰炸是这座远东最大的出版社，连同东方图书馆中几十万册孤本善本古籍全部毁于一旦。面对熊熊大火，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失声痛哭。日本法西斯清楚地知道，一个有知识的民族才能屹立不倒。战争爆发以来，中国80%的大学受到日军轰炸，日本法西斯妄图借此杀掉作为中国未来发展希望的知识青年们。在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为了存留中国教育的精髓，让中国教育文脉得以延续，为了坚持民族教育，并使无效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受奴化教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先迁到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后随着上海和南京的相继沦陷，再次被迫南迁云南昆明。几乎与此同时，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为基干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因日军迫近陕西潼关而再次内迁汉中。西南西北联大的师生兵分多路，向远离战争的边缘进发，他们是读书的种子、文化的血脉，绝不能落入敌手而遭残害灭绝。曲折的道路，正如中国曲折的命运。闻一多先生这样描述迁徙之旅：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要用我们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进书堆里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实际上，
闻一多所在的湘黔滇旅行团，只是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向云南迁移的一部分。梅贻琦校长和大多数教师、家眷、学生，则是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港，再由海防乘火车入滇。另外一部分师生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乘汽车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直至越南北部最大城市河内。这一路人数最多，由冯友兰、朱自清等十位教师负责，从那里转乘火车入滇。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这个历时68天、行程3000华里的长征，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国难当头之际，坚决保卫自己的民族精髓血脉、国家栋梁人才的深远的眼光。1938年5月2日，完成徒步大迁移的西北联大在汉中城固正式开学。功成勤朴，这是西北联大的校训。1939年6月，西北联大分离成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大学五校后，仍秉持这一办学宗旨，力求做到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以此完成发扬民族精神、融汇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理念。在那无比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西北联大为辽阔的大西北保留了、哺育了、培养了一批国之栋梁。事实上，抗战期间，在中国还有另外一条著名的迁徙路线，那就是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的知识青年。仅1938年至1939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就有6万多人。他们都怀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与理想。诗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为培养抗战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了许多院校。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马列学院等，都成为培育抗战人才的摇篮。这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坐落于延安凤凰山的抗日军政大学，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斯诺先生惊奇地说，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当桌椅，土墙做黑板，完全不怕敌机轰炸的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毛泽东提出了抗大的办学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战期间，抗大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设立12所分校，连同其他各类院校，共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乔儿沟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毛泽东题写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这里创作出了《延安颂》《南泥湾》《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兄妹开荒》等一大批爱国抗战作品。激扬的旋律在广袤的大地上飞扬回荡，经久不息。努力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可以立即投入抗战，而且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乃至共和国成立之后，都在文化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德不孤，必有邻。可以说，在东方主战场上，中国不仅有盟军苏联和美军、英军的支持与援助。事实上，东方主战场上，中日之间展开的文化较量，也是全球性的。世界上许多正直善良的作家、艺术家们都纷纷投入到这个东方主战场，他们与中国作家、艺术家们一起，用一切的艺术手段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之中。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斯是1938年来到中国拍摄这部著名的纪录片《4万万人民》的。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伊文斯在中国拍摄了8个多月。这部影片1939年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放映。他用无以辩驳的影像，无情地揭露了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战争罪行，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抗战胜利的坚信。Here is a great people, one-fifth of the human race, fighting in defense of their freedom, their fine culture, their independence, against the pitiless attack of undeclared war. Will these people win? They believe they can. Sirs.这部美国米高梅公司出品的电影，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斗争。这部电影采用了聂耳所创作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这首歌曲所饱含的巨大激情与强烈的感染力，震撼了世界纯洁善良的心灵。他的词作者是共产党员田汉，这首词是在他被捕前1个小时内写出的，而他的曲作者聂耳同样也是共产党员，他是从夏衍手中接过的这首词，并在极短的时间里创作完成，这也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1940年，在纽约的露天音乐堂上，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汉语和英语演唱了这首歌。
向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中国人民表示致敬。This is a song born in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Chinese people. It begins, Qi Lai, arise, you who refuse to be bond slaves, and ends, Qian Jing, march on.起来，呼救万所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一经过热血锤炼的旋律，是中华民族生命的歌唱。它激励着四万万同胞筑起血肉长城，鼓舞着亿万中华儿女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奋斗。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2014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又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座谈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抗日战争中所产生的抗战文化，是我们民族一个时代的光辉写照。今天，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周期，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已经起航。新的历史史诗，需要我们书写。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中流击水擎天柱，浴火重生立东方，五千年文明不曾消亡，中华民族不畏惧创伤，看我祖先日辉煌，追求父亲梦想。